真是魔幻吃瓜日，明天和瓜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。比如夏日美好限定陈情令刚刚收官，前两天刚说的望线的王一博和大魔脱锁了，要是已经被小妹扔到了海里，结果转眼他和破产千金齐美和就被踢爆了恋情，先是被聊天记录出卖，然后同款太阳花秀的飞起，连酒店都被扒了个底朝天，眼看这边美和公主快快